啊，你今日毛豆两个吃好哦。八我好一包卖八炸，配八两只，一人炸一包，一人炸两包，一人炸三包。真的还这么有活力。两百了，200块两包哦。来200块。啊，下面的毛豆200块，200了，香蒜毛豆下面起来200哦。都归于十四天。加三包卖200，十四天可以吃两个礼拜。我讲啊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够你啊，来啊，一包够你啊。十四天吃两个礼拜。一包够你啊。三人客500哩，200块两包，200，啊毛豆先要起来200哦，无嘞啊，750哩啊，无啊啦，两个人客尔，一个人6包，一个人6包哦，200嘞，200块，200块，两包，很好吃。然后先要起来200，这包毛豆就好起来，好不要怪啦。好吃。然后先要起来200包毛豆，再加辣椒拌一拌就变。然后先要起来200，200块两包哦，酱3包啊，酱4包，来酱5包，我先要起来200嘞，200块。来啦，这包我送你啊，一人6包，200嘞，200块200哦，拢有啊吼，来谢谢。妹妹，吃袂了要一半，一人炸3包，100嘞，100块，吃一百。有没有试吃的？100块，一包100。来一包哩，2包哩，来3包哩，100嘞，100块。还要试吃的吗？100块，一包哦。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来小水来，来，来四阿样来个呗。来瓜。哎妹妹，你拢无要食石斛啊？石斛好啊，迄箱，留一箱，就是那箱。来啊，我来讲啊，今日会使我领啊。你今日要食羹的关节啊？对，跟我炒啥？炒大乌藤，这个一定要买，老主顾一定要买，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啊。炒啥？炒一个大乌藤，炒一个辣椒，炒一个蒜头，有够好食。我刚刚炒俩，这包，我就随便炒啊，卖讲我好炒一包300几块啊，想炸2包。来，下面进来，我把那个食羹下面进来，我包。食羹下面进来，我把那500块我包。有没有吃手卷的？我把那我包。到尾啊，食羹的500嘞，500块500块500，奇怪，那愈中道天乌乌，看那边下大雨啊，中天愈中道天乌乌嘞，妹妹，我实在啊，这两包啦，我花500，餐厅咧炒的计少，今日酱炸2包，你相信我一摆，尤其是老主顾一定要买，一个人带2包，不用500，你们炒炒看，吃吃看，相信我一次。200嘞，相信我，真正好起来，200嘞，食羹，平哦，食羹我先要起来200。前面那一波已经卖超多了。来，我先要起来200。前面超狂。来2份。来，我先要起来200哦。大概暴增了200嘞，200块200哦。现在已经正爆，正爆指数。200，我先要起来200哦，200，200，我先要起来200哦，200，拢有啊，不用提了。有没有那边都满了？来，那个直接的拍卖指数。啊！我白天提个，白天提个，我咧在抓喜欢暖伊啊，白天提个。来吃，你抓喜欢暖。因为早上下雨，而且下很大。无啊哦，无啊哦。也剩没几箱货了呢。啊，干杯下了。剩没几箱，而且今天货很多。瓜瓜园最后6包没有了。那你该不该干杯再来一条哦？最后一包没有了。吃不到干贝，后面这个位置，就是只有侧面那边算是在外面。那一条路才是大条的。啊对啊，因为摆这样就变成比较里面。啊，如果是在另外一个位置是变成。加波干贝退起，波进起来就干贝。有看到。干贝炸，酱一袋，酱两袋，酱三袋，来酱4袋，来酱5袋，来边个干贝人家注意听哦。满500来，什么价？200嘞，200块两包。好姐，来干杯炸什么价？200嘞，200块两包。来来，我讲啊，7袋给你啊，7袋给你啊，8袋给你啊，来9袋给你啊，上到10袋啦。吃无再看，干杯在吃啦，干杯在吃啦，一定有干杯。地沟用个烧，上10袋，200嘞，200块两包，得一个。好吃，来，真的够你啊。上12袋哦，200块，2袋给你啊，4袋给你，来6袋给你，来8袋给你。来10袋哦，你搁啥物只？200哦，200块两百哦。少点五哩，搁啥物只？200哦。这干贝炸，搁啥物只？200哦。干贝炸，200哦。干贝炸，两百哦。来，谢谢来。很香诶，打开就很香。这干贝炸椒就好起来了。来，瓜。是，而且还是无煮，无当来点。来，瓜圆来。瓜。阿姐啊，你包起我冰打，你手滑去。谢谢林刚老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包没有了，最后6包。你今日咧挂挂地瓜边煮啊，配槟榔吃啊，150就150。来爆哦！啊，上来爆哦！啊，请问来爆哦！来吃。地瓜，我先要吃来。瓜瓜园地瓜，我先要吃来，150就150，爆哦！150这包最好吃来哦，拢有啊哦，来谢谢来。啊，你跟我吃啥？海南糖糕糕。我差不多拢画过啊。啊，白鸡。对啊，白鸡蛋姐，来。
欸、然后白白，你后边你后边红条的，有没有想要吃好一点的加红条的？好推啊！来，就拍台，来就拍台，啊来就好吃啊！来，我讲你今日三个也无啊，一人两只，一人四只，来一人六只，注意听哦。上尾六只无啊，先提钱的200块，200块200块哦。哎，好的。我开200。上尾一个人的什么钱没有了？金枪，这五尾哦，五尾哦，给你看一下大尾。即我睇住要咁样200，即五百咁样1000，一个人嘅中包500咯，500哦。很大只哎，那个很大隻。哎，红条啊，红红条给我。那个是比脸。差不多啦，今日我看今日差不多咧。对，大哥，你要吃好鱼，红条买一买啊。扛啊！扛！我你扛唔起。皮包空了。哦，中国量真好，我知啦。我拜时我会炸头的哦。拜是我炸四只，炸五只，我炸五只。来，你今日红条跟咱介绍吧，红条、红条，我好一斤600几块，一斤600几块，三人加买，带五只，等下给我吹，大家赶快把时间过来买。来，什么价？1000了，1000块。哎，1000块呀！红条什么价？1000块，真空。红条呢？红条呢？这红条呢？啊，什么价呀？有想要吃的俩，先我问一下，阿姐你有想要吃无？我了钱无要紧啦。无了钱巴肚疼，三个人计，真正了钱的，三个人计，500了。靠嘞！哎，500了，我本钱1800啦。超扯。谢谢。还真正多钱？这个真的好吃。红条你个歹吃。我本钱1800，1500，你个别买，谢谢。对，大家都按算的吗？哎，没有关系。哇，明天没有关系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来，你给我点啥？你给我点啥？我白心虾饼，白心虾饼。虾子。白心虾子哟，虾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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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生意不好，卖1000哦。啊，白心你别买了，来，再白皮准备啊，我鱼也备。来，你要讲啥？等我讲啥？四位，讲哪位？来讲八位，讲十位，来什么白什么白箱的，我今当到啥？当到百只在卖哩，讲十位，你讲我好赚一尾，买3600块。来什么只？300了，300块，300块，300。6只，来8只，来10只，限定我一只哦，300了，300块，300块。来白猪300。来什么只白箱的？300块，300块，300块。讲十位啊。那个大只的鱼。来什么只？300了。来了，我来讲啊，要讲12份，一个人12只，14只啊，十四位而已啊。来，先要吃白箱的300的，太好啊，等于烧盐大点头啊，1、2、3、4个人，300的，哎呀，还蛮可以买，那个都赔钱卖的嘞。十来位而已啊。上次一只。4个人。前天啊，一只7000多块，快8000，现在卖4000，我姐半价在卖，加十来倍没话的，没成本半价，不是卖价半价，先提钱啊，200，我姐来加起来，200，那就是赔钱让大家开心的，200好啊，我要杀你啊，无啊，大家都会搞全飞机哦，好对对是老公，好今天的话，哦拍姐可以叫老公带对对了。大根嘛，变变啦，太卡了啊！真的、哦，没有错。最高差3倍啊！最高差3倍啊！先提钱哦，出去收你也无哦。最高差3倍啊！先提钱啊！最高差3倍，差豆藤啊！要吃100了，100块。哎，大根来啊！来，大根嘛，加钱100。100了，大根嘛，100块。真的。太慢嘞！大家喜欢这样。弄我脸啊，弄我脸啊！100块，100块，100块。你喜欢装袋子？啊，100，弄我脸，弄我脸，100块。哎，他姐姐嘞？大根姐。啊，100了。来，我这边吃啊，100了，大根嘛，100块，100块。来，我这边吃啊，100块，100块。这个差差了，这无功夫啦。来，我这边吃啊，100了，100块，100块，100。大根嘛，我这边吃啊，100。这个差3倍呢，好功夫。来，我这边吃啊，100块，100块，大根嘛，100块。差3倍，豆藤拢好吃。来，我这边吃，这个煮泡面啊。来，我这边吃啊，100了，100块，100块，100。来，加个钱。100块真的很好卖，一包一包卖都没人要。来，18，小波姐无啊？好，这边讲鲑鱼哦。来，鲑鱼这边进来。
块，一千多，一千块，大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买到金来了，大我袂咧失望啊，真的还假的？今日我来讲哦，咁多个，六百了，无啦。无啊，我讲哦，恁买买啦，啊看要几包发几包啊，几包拢加几包，一包一定爱买，真正潮州的，上早一包都要试吃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两包，还两包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招牌咸猪鸡一包就好起来，加一包，整包都是鸡腿肉哦，整包都是鸡腿肉哦，哎，加起来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一包，几包拢加几包，我先要吃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一包，一百块给你们，一包我先要吃一百块，啊，谢谢啦，来，大哥姐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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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现在我看过一斤三百几块钱，我没有吃过这一种，哎，你这台我好像没吃过这一种，卖讲三百，我这台卖百五百八，来啊，一人四袋啦，来啊，一人六袋啦，一个人六片啦，今年我帮你留，一个人八片啦，一个人八片啦，来啊，一人十袋啦，一支五百，哇，赚到了，一人十袋哦，来啊，十二袋哦你啊，恭喜的，没机会了，十二袋哦你啊，对，我来讲，今天送一个啦。十四袋哦，你啊，两十四袋哦，一千二，一千块，一千块啊！你啊，买哦，一袋几十块，你过来买啊，一千二，一千块。大哥，十四片。